接下来我们就来看我们这一次的课程的主题，就是强化学习的部分。那在这里我们当然也把强化学习做一个最基本的简单的一个简介，比方说有一些同学未来他也不想学，那你至少把简介看完，至少能够懂得一点点这个强化学习到底是什么东西的概念。那强化学习呢，它基本上有很大的部分它是依赖着这个现代的这个高速计算机的这个运算能力，它帮助我们人类来做一下大量的这个尝试错误的一些动作。那其实这也是一种仿生的这个做法。那我们从小到大，人类也是从不断的学习而学会了做一些事情。很小的小朋友或者婴儿，他们也是一直不断的在观察这个环境，一直在学习，然后这个尝试错误，然后后来他开始会了某些东西。例如说一个婴儿，你如果说教他拿筷子吃饭，或者说拿甚至拿汤匙，那他都必须要经过一段时间的尝试错误，有时候对不准，有时候掉地上，这样子的学习过程。强化学习大约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概念。那当然，强化学习大家可以在外头看到，有很多人大量应用在这个机器人上头。其实它又应用在非常多的方面，就像我们这些机械系会学到一些工程上的最佳化控制啊这些什么事情，都可以应用强化学习来达到这些最佳化的控制的目的。我们来看一下强化学习它的架构，它的概念。你看到这个图的时候，尤其是我们机械系的同学有学过一些有关这个控制的理论，同学可能就觉得有一点面熟。那其实有很多人说它跟控制的理论是可能有一些异曲同工，一些类似的关系。我们大概来介绍一下强化学习。其实我们主要的主角是这个 agent。那这 agent 呢，我以前都翻译成机器人啊，然后有的人翻译成代理人啊，什么特务啊，什么随便你想怎么翻都可以。当然大陆这边也是翻译了很多很多种翻译法。那我看到一个比较好的就是智能。对，那我们现在先大家约定一下，就是说其实翻译也不是我的专长。那在这个课程里头，我们尽量就是以这个英文为主。那这个 agent 呢，他会面对一个 environment， 这个 environment 就是环境了，这个翻译就到这容易翻一点。那这个环境呢，他会去观察这个环境，他观察到的环境呢，其实在我们这里面叫做 state， 就是状态，就是我现在处于什么样的状态。那我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状态的时候，我这个因为我的 agent 有一个智能，有智慧的。当然一开始可能不是太有智慧，越学会越有智慧。那我的 agent 我就会决定做一个动作，这个动作叫 action。 那他做了这个 action 以后， 你看到有一个下标，这个小 t， 这个下标代表 time step， 就是说这个步骤，这个时间的步骤，在这个时间这个 time step， 我做了一个动作 A。那这做了这个动作 A 呢，你在对着这个环境做了 A 了以后，在我们的定义上，我们环境会给你一个，就是在 T 时间点以后，我们会给你一个 R 是 reward。 你当然也可以完全可以翻译成奖励啊，或者说你的得分啊，奖金都可以。但是问题就是说，常常 reward 也有负的，所以我也不翻译它，我就把它叫做 reward。那随之呢，你的这个你的 state， 下一步的 state， 所谓 t 加一就是下一步的 state 也改变。例如说你站在这个坐标的中心点好了，你向东移一步，你的下一步就已经不是这下一步的 state 就不再是坐标的中心点，你已经是向东一步的位置。那这个我们化成脑的大家更能够知道，就是说
agent 它其实真的是一个算法，它是一个脑。那些机器人的轮子啊，或者手背啊那些，在这里我们就不算它 agent， 它可以算是 agent 能够支配它去做的动作的一部分。当它决定做这个动作，这个环境就会给它一个反馈，给一个 reward， 就是 R。那环境也，它所处的环境也会跟着变化。那我再做具体一点的描述的话，大家可能看得到，这个左边有一个像这个游戏一样的东西，这就是一个游戏的画面。那我们现在讲的是真实的例子，就是说，其实像这一类的游戏有，你可能去买这一类的主机叫 Atari 的主机，它里面就有好几百种的这种很简单的游戏。那我们使用了 ILO 的算法，其实已经征服了这样子的一个游戏机。就所有的这些游戏机，我们几乎 ILO 的算法它都能玩，而且玩的比人类都成绩还好。那它的玩法是怎么玩的？这个就比较直觉可以看得到。当它看到一个这样子的萤幕，就是游戏的画面，那它透过游戏画面所观察到的，我们就叫做这个环境给它的这个 observation， 也就是它得到的观察，其实就是 state。那他就开始在这个 state 里面，他尝试的动作，他的动作呢，在这里面可能只有左啊、右啊、开火，那他就在这三个动作里面开始去尝试，他是向左走一下，还是向右走一下，还是说开火？那每次他做了一个动作，他可能就有得分，或者是没得分，或者是扣分。讲到这里，看你们好像也不太相信，我们来尝试一下这个让机器人走迷宫。这个走迷宫算是一种游戏吧。那我们这个机器人从这个 star 这个点，他开始他尝试找一条路能够走到这个点。那么呢，在这个每一个每走一步的过程，每个 time step 的过程，我们的 reward 就是负一分，也就是说他每走一步会消耗一分的成本。那他应该要怎么样去走这个迷宫呢？首先呢，我们会从最后的这个 go 这个地方，我们反推回去，从这个格子，也就是这个 state， 它到达 go， 它需要负一的成本，也就是它会有一个负一的 reward。那这个格子一看，它会有负二的 reward 到达 go， 那这个会是负三，这以此类推。我们就可以把这所有的这个每个格子，也就是说每个 state， 它的 state value， 也就是这个每个格子它到达这个 goal， 它总共会收集到，总共会累积到多少的 reward 的数字写出来。那写出来了以后呢，我们就必须要建立一个策略，根据这样子的数字建立一个策略。那各位你看，像这个地方。这负16，我们就不应该往负17走，我们的策略应该往负的少的地方。如果有正的，是正的多的地方。那现在是负的，那我们就应该往负的少的地方走。这个负16应该往这里走。我们可以这个整理出一个策略。那这个策略就是根据刚才那个所有的数字，我们一定是往数字少的方向走。那由于这个机器人它有能力走上下左右四个方向，也就是它的 action 四种可能，所以说这机器人就沿着在每一个 state 沿着它的应该走的策略走，它就可以达到 go， 而且是最快的方法达到 go。 那么接下来为大家总结一下这个第一章的部分，大家一边听我总结，一边也欣赏一下，就是我们刚走迷宫。在网络上有一个周末版老师，他做了一个程式，那我也秀给大家看一下。那么呢，第一章呢，我为大家介绍了这个机器学习，主要是让大家有一个这样子的概念。那我们尽量不触碰数学，尽量以最简单的方法让大家去认识一下机器学习。虽然不是在理论上非常严谨，但是主要希望大家能够了解这个机器学习的概念。那在课堂上其实有很多同学对于我们那时候有聊到有一些 UBI 的这些概念，
非常有兴趣，大家都觉得未来的世界会有很大部分的这个工作被机器人取代，尤其你们现在刚进入大学，你们会有更多的机会跟机器人共事，或者是甚至于有很多的工作是由机器人来这个代劳的。那我其实不是要告诉大家说你们一定要来学人工智能，或者说学机器学习，你们就可以不会被这个机器人取代你的工作。但是我希望，因为你们有很大的可能会在这样子的社会上生存，会遇到很多的机器人跟机器人一起生活，所以我希望你们能够最少能够了解这个人工智能它是一个怎么样的概念。那当然学习这个强化学习的课程是非常有趣的，那也不是我在吹牛，就是说这个强化学习就像是在从小培养一个小孩，慢慢的教导他一些能力，那这中间会有很多的学习内容是非常富有哲理的，所以欢迎大家一起来学这个强化学习。